公安局交警大队副支队长张文涛违法乱纪行为，对我多次家暴，还找人打我，曾说打我打得太轻，应该把我打死。他姐姐也曾说，打你怎么了，你去告我们也没用，我弟弟是大领导，你们家人都是普通老百姓，打你你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张文涛也说，和他一条线上的领导也会保他。我就想问问那些领导，你们保的这个是人还是鬼？关于我实名举报的问题，他本人告诉我，就算我举报到中央，只要是当地产，他都不会有事的，让我随便告。是谁给他的底气？背后到底是谁在给他撑腰？